有请第三组出战。呱呱，你立正吧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这么小的名牌，你怕什么？会死的啊！会死的，会死亡是吗？都会。为什么？我要倒着掉下去。不会，是我们一起吗？不，我们是他们俩。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话？我跟你说话怎么了？我又不跟你们一个组。怎么办？就是干。来吧，哇！志玲姐姐，你好轻啊！哇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关红，什么都别说。好大压力啊！哥保护你，小迪，加油！这是你第一次撕名牌，撕名牌首秀啊！两队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这一刻更清晰，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， 记录世界，记录你。快手 APP 邀您马上回来。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， 奔跑吧明星座驾，由 SUV 驾控专家奇瑞瑞虎七耀目。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先死了！发射成功。我们开始了吗？我们结束了，还没看到就结束了，还没看到就结束了。志玲姐是这样撕的，优势能看到。我们是这样撕的，人家是，对，志玲他们是很仔细的。就是美，一切都是美的，撕名牌也。